晚上在外面吃冰淇淋。我觉得感恩节假正式开始了。Maybe see your stars, the dark gets lonely. Now I see violet, I can feel silence. And the dark's all that I see when your stars have burnt out and your heart makes no sound. I'll find violet in your eyes. You'll always be my night sky.Oh my god, I'm home, literally in my friend's home, and also just in general in New York. I'm still very nervous. Oh, so beautiful. The expression of curiosity. Oh, so beautiful.啊、我好丑啊！我的衣服，没关系，你不介意。我以为你说我不介意，你说了一句你不介意。没化妆能不能？嗯，我也没化，我都是这样出现在 vlog 里的，很恐怖的。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好开心哦！凶。十八禁的人吗？嗯，三分钟到，好美。你看吗？为什么不拍你啊？别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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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转过来，什么锅呢？哦，是什么锅？我想吃。邦哥 say hi。Hello。录啥呢 ？Hello vlog。好开心哟、哦。我也开心哦，我也开心哦。没有离开过纽约的人，你们不知道我的开心，你们不懂。其实就是，我就很想念这里，就很想你们，主要是想念你们。你好像没有反应。好吧，他没听。我说我主要是想念你们。哦，是哦。哇，爽。好想带我回去你欢乐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以为风中浮现着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王哥你一定要这样跳舞吗出去吃 brunch， 露露让我收拾一下头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我们应该不要走呀，走一个秘密通道耶！哎呀，好美啊！Both people have to order the Thanksgiving meal, and it's just a freaking ton
a food, and we're not looking for that. So we're sitting at the bar now where we can order just snacks and single courses. Oh, and we can watch bartender make really cool drinks. But Boston's nice too. This is my neighborhood. I'm home. Oh, it's in the closet.真的吹傻。嗨。嗨。睡了一会儿，我又躺下了。纤细小手。这里是平的，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对，嗯。看我的大手。然后这个可能会有。我们的手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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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没有，你看你这儿好鼓啊，对对对，我的妈呀，我这完全是瘪的。就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这样比肌肉，你熬都熬不出来。我真是感觉我手掌比你小一圈儿。我要拉小提琴，在你们学钢琴的时候加湿器来吧，我会握弓子。对，我好像是见你握过。是的是的，但是你，我真的学钢琴，但你没有必要哈这样子。你这个角度拍照，我觉得我就是，你说你能不能不会哦，好太多了，嗯，对吧？让我，哼，看我的，你这个琴我能夹住哎，我有肩垫的。OK， 我拉一个，给大家献上一曲。要保持它的平行，因为我刚刚这儿架起来了，那就不对，我夹不住，你得夹住。嗯，好好好，好凶啊！哦，好疼啊！拉这个是不是会瘦脸？就是为什么？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所有人呢会有一个什么？你拉小提琴，你的头是不是会歪？就这种理论，就会让人觉得。我现在他们在问你，你就这样拿琴说啊？等会儿，你不知道吗 ？OK。你琴头不用举那么高。嗯不是让你整个脸晃晃下来。对对，你说个副歌。放松，就像你们弹钢琴握个鸡蛋是一样的。我没有握鸡蛋啊，你们没有那种握个鸡蛋的保持手型。都握了个蛋怎么的？就是那个手型好像也骗我。因为是他老是骗他。你要拉哪根弦你先说清楚。找到的星星吗？对，你先让我拉，你都给我拉懵了。嗯，你刚，
你为什么要拉嗦嗦哆哆瑞瑞哆？我也不知道。拉嗦嗦。我没打错。你刚拉嗦嗦哆哆瑞瑞。哦。嗦嗦。手指头画完整个弦吗？叮叮叮叮叮叮叮，你的这几个手指头是废了吗？小提真的很，那你现在给我弹钢琴，你一上去就一样什么音都找到，我必须得把钢琴是这样的，把右手也背下来。哆瑞咪反正按就行了，我就记不住，然后就背下来才可以，然后看着键盘，我觉得好疼啊。我拉那个觉得好疼啊。我这个因为有剪子，所以我没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在敲硬板，你想一直在敲同一个硬板，好，敲硬板。我想打个牌，然后结果我一翻开，你们要吃那个 Super Junior 给我们做宵夜，连人说这是。洗什么？洗什么？洗涤灵。洗涤灵。做泡面的秘诀。加一勺洗涤灵，不要白我。哎，你这个还给自己加综艺那种，哒哒哒哒。加点音效。音箱来了。哇，露做的面。还没有落地。我开。对不起，你动手。两个十。两个。嗯。嗯，这里伟大智慧的结晶，来一个四，一个四，一个啊，两个，好，已经四个四了，一个，哇，五个四，六个四，七个四，八个四，一个四，你想一个数呗，好，重新编个数。四，哦天哪，哦这眼神是让人相信的意思吗？四，哎，开打，我说的是是，这是一个四，我为什么早上好，吃露露做的抹茶拿铁。我现在呢去看一下老 Rose， 就是我以前的老师，买瓶酒给他，老头还是比较爱喝酒的。A very familiar place. There's Mr. Rose playing. Stephanie， 我们去吃 brunch。 天气好棒的样子，说实话纽约真的比波士顿暖和非常多。
喂，哎，我脸很大啊，这样子。对啊，不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你说话，你不说话，这个视频会很尴尬哦。来自来纽约就来睡觉了。要正常出镜吗？我的朋友，哎。好了，就这样吧。走啦！日常撒糖片段，你不会是吗？博士帽，你好了吗，亲爱的？之前不想坐高峰时期的车，就改到了9:40上车，因为这样虽然到了晚，但是在车上坐的时间会比较短。回家吧。我看起来像是那种到半夜就格外清醒，但是其实很累很累的样子。睡觉啦，波士顿这两天下了它的第一场暴风雪，你们看一下这个街区，现在真的是有准备好迎接圣诞节的感觉了。
波士顿的冬天是最美的，就是红砖房配白色的雪。这个周的 vlog 就这样子啦，反正也开学了，拜拜。